目说呢，请你用六公分跟九公分的纸条。好，请问你刚好可以排出哪些长度？啊，其实很简单，找出六跟九的什么东西，公倍数就好，对不对？好，来吧，二、三，哎，对不起，对，我写错了，不是二了，三才可以吧？所以改一下，二跟三，所以答案多少？答案就是三乘以二乘以三，就是这个。所以答案就是等于十八。所以答案就十八。还有嘞？一跟三。十八还有谁？还有三十六嘛，是十八倍数嘛，所以十八跟三十六都可以，所以答案就是这样的。哎，还有谁可以？十八乘以三是多少？五十四，所以这个也可以。哦，所以这三个。